红尘看破不过浮尘。林清玄的《人生最美是清欢》中写道，以清静心看世界，以欢喜心过生活，以平常心生情味，以柔软心除挂碍，境由心生。境遇好坏之别，不是人生下来的坐标，而是后天修心的结果。你认同吗？关注我，领悟修身养性的智慧。